在大小兔兔呢，乖呀。跟我这个玩具兔兔不一样哎。他的脸好圆啊。小兔兔，小兔兔，小兔兔。小兔兔很乖呀。对呀、啊。小兔兔，你喜欢别人抱你吗？毛茸茸的，姐姐，你把小兔兔拿过来。OK， 等一下，它会自己走过去。好。小兔兔学，对，小兔兔学它啦。你是它呀，你是这种，它好想要学它。嗯姐姐玩具兔兔，你害怕姐姐的玩具兔兔哦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姐姐玩都会咬我。都会咬你什么？咬我脚脚。真的、哦、被咬了？这个真兔兔会被咬你？会咬你吗？真兔兔不会咬我，假兔兔会咬我。真的。假兔。假兔兔好乖。小兔，毛茸茸的。好，我们跟兔兔说拜拜。